本身真的很好听，还想要跟你一起跳舞之外 ，MV 哇塞，里面很性感，开叉开到这边呢，好凉哦。怎么样？拍摄的过程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这次 MV 的造型呢，其实是第一次尝试比较女人风、比较成熟一点的东西，那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 MV 看到，然后包括最后的那一幕，其实还蛮酷的，先不讲。就是大家去看 MV 就会知道，哇！不话不说太满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点击我们的 MV， 让它一直冲上排行榜的前面。那在里面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你跟摄影师哇互尬床戏的部分，拍摄这个部分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地方？还好，其实还好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互动其实没有到很亲近。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是《花园里的流星雨》这支 MV。说，我倒想听听怎么样的尴尬法。因为是第一次跟就是男生就是要演戏，然后我们真的是要靠这么近，然后真的这么近哦，这么近，然后要慢舞，然后还是要就是双眼要对望，然后我都就是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就是一直看他鼻子。对对对，我正要跟你说可以看这里。对对对，所以在 MV 里面，其实你看到我的眼神是在看着他鼻子，然后他是在看着我的眼睛的。可是范绍勋他也是一个很棒的演员，他有帮助你吗？或者什么？有没有教你什么方法？有，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演员，所以他也有帮我就是带戏，就是让我更投入我的那个角色。天哪，享受吗？老实说，整个过程，蛮享受的。就是很像自己在演偶像剧的感觉。而且我们有感受到，因为在这支 MV 里面，这个带我们回到这个流星花园里面，而且你的山菜的版本多了一种傲娇、比较多自信的感觉。喜欢那样的你吗？喜欢，我喜欢每一个样的我啊，喜欢就喜欢全部的你，好不好？ Yes. 好的，说到这首歌，今天是不是也有准备要来送给大家现场演唱一下？ Yes, 花园里的流星雨，花园的流星雨要送给大家。